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九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三十位 Pentagon。 二十九位 SF9。 二十八位 K7。二十七位 Pix。 二十六位 Treasure。 二十五位 Petty Betty。 二十四位同盟心意。二十三位 Golden Child。二十二位 Onenoku。 二十一位 Wonder One。 二十位 Shina。 十九位 ATG。 十八位 2PM。十七位 Highlight。 十六位 Stray Kids。 十五位 Infinite。 十四位 B2B。 十三位 Nikon。十二位 Big Bang。 十一位 Shiny。 十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九位 Astro。 八位 Winner。七位 EXO。 六位 Super Junior。 五位 Monsta X。 四位 NCT。 三位 The Boyz。二位 Seventeen。 九月男团因为是旁滩村人的，最多相关关键词是公演、获奖、举办、博览会、釜山演唱会、兵役。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67.09%。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I'm done.